教授的心脉。哦，就起来了。不知道。要不然我现在就没人时间了。军校，军校啊！秦皇岛是十六洞。哦，秦皇岛的什么？十六洞。十六洞。十六洞。哦，十六洞哦。秦皇岛，秦皇岛很远呐、啊。不会啊。哦，离北京280公里，很远很远。话剧感呐！经典吟诵诗社，然后刚刚那位同志已经介绍过了什么叫做吟诵，然后这个社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诗社呢，由于新华没有独立的吟诵诗社，在全国现在一共有5大著名的诗社，它都是由台湾的那个。孙先生他们那一派唱九宫大陈调的老师他们组建起来的。不会黑起来往不来征战地未见有人给你这样干嘛？你真好，这叫什么？你等我走。哎，好，怎么过去？